对对，大胆一点。哎，他叹气的同时，哼着了，啊，就是好，这个状态有一个词儿很重要很重要，叫上哼下叹，上面是哼着的，下面是叹着的，啊，那这个状态是什么呢？每唱一首歌的每一句的一开头，一定是这种状态，上面哼着，下面叹着。就等于又挂着哼鸣，又叹着气，哦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好，这是这个。然后呢，这就是我说你整个哼鸣的过程。然后呢，越唱的时候，笑肌一定要抬起来。现在笑肌这一块儿，到高音的时候，你就慢慢的就保持在中音的状态了。啊，其实我们在笑肌在慢慢上行音阶的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里面是越来越要兴奋的 啊。然后为什么？因为音高了，音越高，我们的气越低，那这一块越要保持，就是这样的关系啊。这就是身体里的微调。